是 C。这个吧，我刚才没有提那个 definition， 没有讲清楚这个部分，然后回去加什么地方？哎，在这里，所以我这里也觉得说 algebra 其中这里有个 constant term， 就是 C， 这个 C 就是 central charge， 因为这个是 关于这个 algebra 的一个 central extension， 你这个 number 就是跟这个 charge 有关，所以它是 central charge， 一个 center charge， 那这个 number。 然后就 rank， 为什么就 rank？ 如果它这个 VOA 是那个 lattice type 的时候，这个 central charge exactly 就是个 lattice 的 rank。所以某些程度上，它是跟你说那个有那个有某个些类似 dimension 的一个关系在上面。所以他们谈这个 VOA 的时候，问的是个 central charge 是什么？24不是其他 number？OK， 所以第一个事情说，我想一下弄，就是弄 result。 刚才讲过的说，如果你有这个 C 出口 find the rational 的 VOA， 它会满足某些 module invariant。OK， 所以简单来说，这个 character 本身是一个 module function， 在这个情况之下 ，OK， 那个 field module function 是跟你说，就是说这个 central charge 一定是八个倍数。OK， 这个第一个，这个是 module function 给你的一个。 这个定理是机器注解 ，OK。 那如果是小于等于16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 module function 如果是 weight 小的时候，它的 dimension， 它的 space， 那个 weight one weight two 的，这小 weight 的时候，它其实是只有 one dimension 的，所以其实它跟你说的说它其实可能性不高，所以变化性不高的话，你肯定有一个被它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只有两种可能，就是它肯定是一个 lattice type。 那在这种情况下，叫两个 VOA 的 VOA 就说一个 E lattice VOA direct sum 的 E， 或是说另外一个有 module lattice， 比如说 E16 plus， 或者有时候比如 half speed lattice 就可以了。好了，所以当然这个就是第一个 还没知道的是那个24，所以用16以下才能知道。OK， 但你可以问答案可不可能？答案应该是其实 yes 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想清楚的话，你发现其实也不是太可能做的。为什么？因为 你想想 lattice， 如果 module lattice rank 32 或者以上，其实还没 pass到，那些没做出来，这边其实机会不大，对吧？因为每个 lattice 一定都是它的嘛。OK， 所以我说这个是 first module case， 但是这个也是可能是 last possible case。这个也不为过了，至少最近的20年里面应该是没办法。 出位更大的，好吧？所以怎么去 classify 这些东西？你应该有什么 idea？OK， 是有找 idea 的话，第一个是你说我们讲过了嘛 ，lattice 一定给那个 VOA， 对吧？所以第一个问题说 lattice 怎么 classify 的？我们先看看 lattice 怎么做吧，看看你会不会有就是 idea 回来 ？OK， 然后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所以1968年应该。 我那时候应该还没说话。他是把这个，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说他是把所谓 unimodule 简单来说，这个地方没有意义的。然后 rank 24的，答案是什么？有24。那当然你问32是不是32错了？32有3000多个以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24，那个24这样。那它的方法是怎么做的 ？OK，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 lattice 里面，其实它是一分嘛，所以最小的 norm 是12。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问这些 norm two 的 space 有没有些 special structure， 它有的 ，OK， 这个东西就是 root system。 如果你学个 algebra， 你知道每个 semi-simple algebra 有个 root system 的东西 ，OK， 这个刚刚好就是那个 semi-simple algebra 的 root system。 那那比如说有个情况就是说，它可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它是 empty set， OK。 好，第二件事情说，这个实际上也是用到所谓 modular invariant， 就是说，因为当你有个 even unimodular lattice 这个定义说一个 theta function， 这个 theta function 就是 modular function， 利用这个时候，你发现说所有这些 simple component 啊 ，actually 我应该这边说它是 semi simple 的 ，OK， 所以它是 direct union of the simple system，OK， 所有这些 irreducible component 都得是 ADE type。
最重要的是不是这 AD， 它最重要的上面就是它有重要的 constant number。对，如果不具有什么 constant number 也没有关系，它是一个 attached to 某个每个 resistor 里面的一个 invariant， 它会有同样 constant number。摇了这个之后，其实还有一个事情说，如果这个不是 empty， 因为有个 empty， 如果不是 empty， 如果这个 reduced system， 它的 rank system， 它一定是二十四。那摇这个怎么办？因为你摇个 root system， 每个 constant number 一样，你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找出来嘛。你先摇那个 AD 派，用 combinatorial 很快的都说只有二十三个可能性。摇了这个之后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做 extension 嘛。你会 generate 一个 sublattice， 然后你看看那个 lattice 一定不是 unimodular， 所以你做 extension，OK，、okay? 你把它并大点，看看能不能躲避那个 unimodular 的情况。OK， 每个情况之下其实都只有一个。那这个跟什么有关？这个跟某些在地位所谓的extreme code 有关，它一定都是唯一。OK， 那这个都是只有地位发生。OK， 萎缩高的话，这个事情都不对。好了，所以利用这个方法，你可以证明，就是说每一个其实唯一给那个 root system 说确定 OK。那所以有二十三个都是确定 OK。那当然还有一个，你没有用过方法，就是说到 empty 的时候 ，OK， 你还是可以证明只有一个 OK。它 root system 是确定的什么？只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latent latency。那如果你看那个证明其实不难的，就用超过五页纸左右吧。OK， 唯一用到的情况就是说你用到那个 modular function。它那个 state function 是 modular， 所以你具有 dimension， 那个 space 的 dimension 是多少 ？OK， 然后利用这个之后，你还有要有 modular， 所以很多东西你得确定了 ，OK， 你就可以，你可以把它完全证明出来。OK， 所以你发现说这个证明里面其实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个 modular。好了，回头不用 A， 但你很 natural 问的问题，能不能够用这些所谓 minimal weight 的东西去处理？把它卡死了，那这个至少一个 philosophy 应该这样做过的。那也就是，如果是用一个 view weight 这个很好的态度 ，minimum weight 是等于一。所以第一个问题有问 ，weight one space 有没有什么 structure？ 这边有个 structure 给 root system，OK？、Okay? view weight 有没有 ？OK？ 对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问它有没有 structure？所以我们这边是我们原来的答案是有的。这个是 VOA 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说如果你要用 VOA 是 Hard type， 就是说 CFT type， 意思说就是没有 negative weight， 然后只有那个 vacuum 的情况。它那个 weight one space 是一个 DL， 你可以其实很 explicit 定义它那个 DL， 所以这个 zero 就是也是关于那个 VOA 上面的那个 OK。然后事实上它里面还有个所谓的symmetric divergent by uniform， 那个定义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 weight one space 有个 Lyapunov structure， OK。那不单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你 consider 说那个 weight one 它是个 Lyapunov， 所以你可以 consider 它的 affinization， 所以可以 consider 它的 affine Lyapunov。实际上 ，VOA theory guarantee 这个 affine Lyapunov 还是会 act on 这个 V。所以那个 V 本身啊，如果有 V one 的话，其实也有个 affine Lyapunov， 然后 V 是那个 affine Lyapunov module。所以这样的话 ，V 的可能性其实已经非常的 restrict。当你知道这个 V1 是什么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这个结果是刚开始是有的，1986年就已有了。对，他第一个 paper 就有这个结果的。对，他应该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的结果。这个其实是几个 theory 开始结果。那当然，上面这个就不是了 ，OK， 这个是 Don Mason 后来。但也就是说 ，V 要求，一般来说，如果你认真去想的话，所有的 V 要求都可能，只有一个人百年风都可能 ，OK， 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做事情太多 ，OK。所以，但是如果你要训它是 rational 跟 situ 会怎么样 ？OK， 你当然就说这个 V 要求一定是 V 到底 ，OK， 它不是随便一个 V 要求，也是你公平的就不用管它了 ，OK， 它不是 V， 它只是 V 到底 ，OK，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当你谈这个 affine algebra 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谈，就是说它的 level 是什么，对，它有个 central charge， 所以这个 central charge 的 x 对不对？你发现说它是一个 integral representation，
以那种逻辑来说，所有 operator 是 locally default。然后其中有一个 parameter 就是 level 的东西，它就是 integer。啊，这样子，这样子非常 restrictive， 因为 reductive 加 semantic， OK， level 的 integer， OK， 但还是太多 OK。当如果是 holomorphic 的时候，就更简单一点，就是说，因为不是没有，实际上没有 reductive， OK， 不是 abelian 就是 semantic。当然我不能把这个人拿掉了 ，OK， 可能是缺兵 ，OK。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是不是人，要傻逼人的话呢 ，I think 是应该就是没有。那这边其实很容易的登录这个结果，因为它是傻逼人，所以里面会有一些所以啊，你可以有个很好的卡，但是不要举在里面。OK， 这个跟你说，它比 index letters 是略微，然后因为如果 letters 的话，有没有卡，有没有 word？的情况只有这个就是没去，所以你可以进入。那 again 就是所有 resources 都跟 module 没有相关，所以我们可以 assume 它是 event 是 semi simple OK。那当然你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写进 direct 上 simple module 说 simple 的要求 OK。那现在我多那个东西给 K1， 这个 K1 是代表它的 KI 是代表它的 level OK， 因为它是 final 的要求。好了，之前我们讲过就说。要么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主要的原因说，那个 root system 不是随便一个 root system， 每一个这些 user component 它有同样的 constant number， OK， 所以我们有没有是类似的结构 ，OK， 那个 module branch 也有类似的结构，就是说如果那个 H1 head check 这个就丢 constant number， 如果你就有什么要求，这个就 OK， 另外这个 TI 就是那个 level， 这个 ratio 啊，一定等于 dimension of V1 减的是。这个东西 again 是从那个模型里面得来的。那当然，这边有个重要的地方，就说这个东西啊，跟那个 G 没有关的。你不管是什么要求，这个 ratio 不是一样的。OK， 所以如果你具有 HI， 如果你具有 GI 的 type， 那个 KI 的 column 这个变得很省，因为它被这个 number 所包裹住了。OK， 然后另外就是说，其实 dimension E1 呢。也是非常非常 restricted， 因为当你进入 HI 跟 KI 的时候 ，H 这个 dimension 因为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很多条件在这边其实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的东西。给大家说，你还是需要更多条件才可以 classification。好了，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就问了说，有多少个 V1 是可能的 ？OK， 其实那我回去讲的时候说这个。这个定义是2004年的 ，OK， 但是呢，物理通常都比较快的，就是它1993年那个 Shelley， 来，所以你看到说物理和学家通常都走得比较快的，就是他们都不管了，都先 assume 所有东西都对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所以他们去做了 partial classification，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把那个说一个algebra 的部分全部都算出来，那实际上他不计算的那个，他还算的所谓的 character。因为我们掌握这个 character 本身是一个 module 方面，所以有 module inherit， 所以利用 module inherit 跟这个 V 要求跟很多条件之上，他说有71个，包括零的，所以那个是完全没有被点来的。OK， 那当然说 ，OK， 不过在当时啊，1993年的时候，其实39已经有点说多了，因为当时其实只有24个 letter 是知道，后来过了2-3年之后那个。其他有些，不过当时他们明确都是可能，因为无线密码已经可能已经很少了。OK， 所以其中呢，包括就是说到有24个，就是那个关于那个 Lima Letters 跟 BOA。OK， 另外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那个无线密码是有所谓 C2 orbital 去处理。OK， 其他的 letters 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OK， 你会多出10个出来。那当然说，因为这24个 letters， 所以应该做出来应该有24个。那但是其中有9个还是 letters 没有说里面没有。要多14个就多了15个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当时 OK， 所以这个1988年的时候，分了11个就读出来，然后93年那个 Don 把这个我们全 BOA 那个处理，然后后来就是 Physics OK， 做了些商品的结果，所以他们的都是其实蛮 reference 的一些权利。好了，现在一个 philosophy 很简单，就是说怎么去做这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 V1 space 会
唯一决定所有的 BOA structure。OK， 然后当然你说这个 Lie algebra structure， 如果你相信 Sharlikin 的话，有71个，它其实把所有 list 都 destroy。OK， 所以这个就是整体的 philosophy， 就是说你应该从这个方向去处理这个问题了。OK， 好了，最难的是哪个？就是这个，当 V1 等于零的时候，为什么不要难？你想清楚说，如果有 V1， 我就要 find the algebra， 要 find the algebra integrable level， 所以我可以用Representation can do the algebra 的方法 ，OK， 我做很多事情 ，OK。V1 等于零代表什么？你没有那个 algebra， 你什么都没有了 ，OK， 你怎么开始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很难 ，OK。那但 anyway， 那个 Frank Robertson 们说这个一定是完全 BOA， 对啊，没人反对这个 conjecture， 但是怎么证明这是非常困难 ，OK。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我说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ably 就是。Most difficult problem 也是因为的。如果你想清楚为什么那么难，是说如果他真的 isomorphic 这个 moonshine BOA 的时候，他的 automorphism 不是 monster。Okay. 你是说 in some sense 你可以 reconstruct 一个 monster 出来。Okay. 但是你看这些条件啊，非常简单的。OK， 那事实上我们连一个 automorphism 都不知道，它是不是 trivial 都不清楚。但是你跟我说其实很大。Anyway，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会告诉你分析考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刚才讲过71个就39个 reconstruct， 所以第一个 step 当然是把71个都 reconstruct 出来。如果不是71个，你跟我说有些是错的也好啊。OK， 第二个事情当然你说你必须有处理这个唯一性，所以这个唯一性当然你可以想这个一定是最后一个 case。OK， 当你能够证明这个 case 了，这个应该就是。那最后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 Sharlikin 是孤立的，他说的东西，所以他可能真的可以有个证明，但是你不能快就要相信他。OK， 你必须要重新做一遍。OK， 所以这个也是必须重新做一次，说 verify 他所有 step 都是对的。OK， 他可能漏算一个或者多算一个，这个不奇怪的。OK， 所以这个也必须要处理。但这个三可能是跟一二之前也不一定。OK。好吧，所以我们讲讲我们怎么去把这71个做出来。对，但有很多人尝试做这个事情。对，我讲讲这个难度在哪里。对，为什么有些事情我可以做到？对，1994年啊，这个 Monique， 你看一看 ，Sharlikin 是1993，1994这个 Monique 他就有个报告说了，对，他也是孤立的，他是说他可以 construct 70个。那用什么呢？用一个方法叫做所谓的 orbifold， 我这个 orbifold theory， 我刚才讲过那个 moonshine BOA 是一个 orbifold theory， 你可以用 C2， 也可以用 C3， 也可以用 C4、C5， 如果可以的话 ，OK， assume 可以的话，你能做什么？他就是说他 assume 可以的话，你就做很多事情 ，OK。然后当然他的方法不太 represent 在我们的眼光里面，那事实上他也有很多 mistake，OK。不过 anyway。他的想法是，其实是很这个精确的想法，你应该怎么做？其实你应该想办法去做 orbital。Okay. Okay. 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你能够做 orbital 的话，你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 BOA 出来。能不能到71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得到很多新的。那当然，这个难度就是说你必须有 orbital theory。好。简单讲一下什么叫 orbital construction， 然后那些我会了解什么难度在哪里。那第二个事情说，我首先 start 就是有个 BOA， 我们现在是 holomorphic， 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 temporal position C2 OK， 然后呢，我在上面找 holomorphism OK， 那事实上这个本身是这个难度，就是说你怎么去了解这个东西。OK， 好，不过没关系 OK， assume 有 OK， 那这边我要简单提醒我 assume 这个 P 是一个 prime number。其实整个 construction 可以 P 是不 prime 的，或相对麻烦一点。OK， 好了，了解了的话，当然我会 take fixed point space， 这个是 fixed point space。OK， 当然这个 BOA 嘛，这个 Weyl set fixed point space 会 automorphism 定是 some algebra， 所以它就是 BOA。OK， 那另外就是说，在 BOA 里面其实有一个定理，有个 theory， 所以一个 Tristram Modulus theory。所以如果我有一个 BOA， 我有个 automorphism， 我会定义一些所谓的 Tristram Modulus。在 holomorphic case 来说，这个 Tristram module 是唯一的啊。OK，
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所以 module 上会缺什么 module 名，反正有个modules， OK， 可以什么个 choose， 相对每个 G 每个 I 的有个 modules， OK， 然后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是 one of p square c in graded 的一个 vector space， 那 VOA 我们刚刚讲过它是 integer graded， OK， 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不能 one of p square， 我们给它训化成 one of p。但你这个你必须有选对这个 G 这个事情才会发生。所以那个事情说你有包括自己的有选对这个 G， 你到时候是 choose some module 都是满足这些东西。OK， 然后这样的话保证的说这个 space 啊，不要个 subspace， 它是一定会 wait。OK， 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东西加起来。OK， 可能再觉得说它会是一个好的模糊标位。那对，好，这里。这个是 VOA 没问题 ，OK， 这个是 module， 所以你 take 这个 integral part 它是 module， 这个是 module of 这个 fixed G 是没问题的 ，OK， 哪里来的它是不是一个 VOA？ 你不得回去看那个 VOA 的 definition， 有很多很多条件的，最难那个条件就是 locality， 你怎么保证它满足 locality？ 如果 P 等于二的时候，哇，这个现在很多 case 已经可以证明是对的 ，OK。但是你必须有这个 ，OK。如果这个条件的话，也得不是的 ，OK。所以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就是说非常困难，就是说我完全不清楚这个 VG 和 application 是什么。那事实上我这边其实我还需要多的东西，是说我其实学过 application 的时候，我还需要所谓的 fusion， 因为我需要一千万个 component。所以。第八个情况就是说，这个 conjecture， 这个 conjecture， 是另外一个就 VOA theory 里面相对的这个 conjecture， 做一个output conjecture， 就是说，如果 V 是 C2 confined 扎实 metric 的话，它的 fixed point space， 也应该是 C2 confined 的一个 metric。那当然，我这边那个是个 special case， G 是一个 finite order 的话，通常来说，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I element 改为一个 finite group， 应该也对。第二是说，但我讲过是有 fusion ring， 我是有 fusion algebra， 所以这个 fusion algebra 是什么？这个 fusion algebra 应该就是一个 ring。那这个 A 呢是一个 element， 这个 R B 呢是我的 P square， 可能是 P square， 也可能是 P element 的 B，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也是条件，所以不同的 G 可能也是不同的情况。这个就 related to 这个所谓那个 A 的，那个也是所谓 spherical cycle 的问题，这个是跟这个 tensor calculus。Okay, by the way, assumption 是说，如果我刚才讲 case one of p c 的时候呢，这个应该 elementary 变 p。Okay. 有些情况下，我们这个可以证明得到，所以当然可以用。OK。OK。然后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OK。那但 assume 它对了，还有些问题。OK。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刚才讲过说，其实我们并不太清楚这个 orthogonal 是什么。给我有 VOA 这个 orthogonal。有些 case 我可以 explicit 算，但是很多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不是太清楚。Okay. Okay. 好了，通常我们做法就说，因为有 V1 嘛，我们可以给一个 V1 的 orthomorphism， 然后希望有说把这个 orthomorphism 呢 extend 去整个 V 上面， okay. 这个是最难以的想法。那当然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见得是很容易的。Okay. 有什么情况可以做的是说，如果它是 left VOA， 我可以做的这个事情。还有另外那个 VOA 一个就废。我待会我讲这么个 video， 我还有快一点。Anyway， 那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说，做 orbital theory 我必须有那个 choose modules。目前我说我需要一些 information about choose modules， 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我就不知道。Okay， 所以当你做 orbital theory 时，就有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说，你必须要找出对一个 G。Okay， 第二个事情说，你必须要证明这个 general thing 是对的，这个 special G 里面。第三件事情，你必须要得到一些关于这个 choose module 的 information。如果三个东西你都可以做的话，你可以做 orbital theory， 你就会得到个 single result。但不是每个 case 都很容易的。好，所以我讲了这些，我最近不能说最近的，最近这五年里面做过事情，这个差不多也是2011年开始慢慢就多过去的，所以我们出现这么一个又一个 fail。VOA， 怎么有 frame？ 简单来说，它我刚才讲过有个 filosofical 的 VOA， 所以你可以 take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ubUOS 这个样子的话 ，OK， 我就不 fit。那为什么聊这个有什么好处？所以因为这个东西比如那个 representation 是完全清楚的，它只有三个 module。OK， 所以为什么用这个？因为它只有三个 module， 所以它实际上那个 fusion 不一样清楚，一切非常简单。所以当你 assume 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个 combinatorial game。你继续做好几个 combinatorial 的问题。OK， 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需要说一些 binary codes 跟一些 quadratic space。因为你刚才我讲过说，其实它 correspond 那个 fusion 要求是 elementary mean tuple， 它有 quadratic space， 所以 construct 那个 holomorphic view 其实简单来说，你用 classify 这些 totally isotropic subsets， 以上是 maximum 的。这个大概就是有反应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做到。OK， 另外的问题就是说，我刚才说 holomorphic view 其实你必须有定义 holomorphism， 有这个东西之后啊，米尔摩德跟你说，你有可以定义很多东西。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还可以 establish 一个是 pseudo optimal theory， very recursive。OK， 所以我刚才三个问题都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optimal conjecture 在这个 case 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holomorphism 能够定义，米尔摩德跟你说怎么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Tristan Boyle 怎么做，因为那个 representation 简单，所以还用这个全部 construction。OK。OK， 好了，内容说所有东西呢，我们最后证明就说，大概这种有56个，刚开始那个39个其实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这其实我们到了另外十几个才是的。OK， 那这是这个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到了是，那这边其实我们唯一可以看的说，你看看那些 level， 全部都是二个倍数。原因是因为我有那种 C2O。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带你就尝试另外一些 order 了，不能只做过永远做过的话你去就只有这些了，你必须做一些其他的。然后C2O还没有做出去，那个是 order 4的，我待会会看到。 OK， 所以所有 level 2的东西其实都在这里了，几乎只有一个不是。 OK， 然后带你做其他的。 OK， 所以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苗博士在只有在 Lattice Field 的情况下，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其他的他也不清楚。在 Lattice Field 那个 Order 3的，他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 construct 一个新的，就是这个 E63G21， 这个是利用类似那个 C2O people， 但是它是这个是 Order 3的。OK， 当然你可以证明它是 C2 rational， 然后那个 fusion rules correct， 然后在 Lattice case 的好处是说，这个 Tristan Boyle 是已经知道怎么。然后利用他的方法，这个 Sagaki 跟这个什么做的，他就用同样的方法 construct 另外两个。那事实上，他们做了个 classification， 就是说，如果你有 C3 orbital over 这个 lattice 的话，就只有这三个，一二三，不会有其他的，不会有个 try 了。他完全把这个 holomorphism classify， 不会有其他的，只有这三个，不会有浪费时间了。不过他们说 OK， 如果能够做 C5 的话呢，你会多个就是这个。但你可以问 C7、C11、C13 会怎么样？还可以问这个问题。OK， 那其实是不会有其他 C 的给你。OK， 我们 try 很多这方面。OK， 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另外，我们最近呢就用另外一个 idea。我们说用的 inner holomorphism， 所以说 inner holomorphism 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 H0 是那个 Lie algebra 的一个 operator， 所以这是 H1， 所以 exponential adjoint operator 会给你的 holomorphism Lie algebra。好处是说，因为它是 exponential form， 这个东西永远都定在 VOVA 上面都是有 well defined。OK， 所以当你谈到 inner holomorphism 时，你就不用担心这种 extent， 它本身就是 well defined。OK， 所以为什么只有 inner holomorphism？ 因为它永远都 well defined。OK。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因为 Tristan Boyle 那个李海生已经有个 explicit construction， 所以只有是 inner 对吧？ Tristan Boyle 不是问题。Okay， 事实上他们还证明另外事情，说他跟 Mason 跟 Don 的证明的事情，说如果你用 optimal theory， 用这种 painting 放在 optimal construction 也不是问题。Okay，
原因是因为 它的这个 express 定义一个 operator 比如 delta 的东西，所以这个 delta 可以把所有东西解决。 Anyway， 我时间应该差不多，所以我很快就说我还证明一个事情，说你我刚才讲过说你需要一些关于那个 dimension 的那个确实模型的东西，我还证明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dimension function。 简单就是说原来的 V1 跟新的 VOV 的 V1 加起来跟这些 fixed point 跟 fixed module 的关系是什么，也可以很有 module neural 证明这个事情，也这个都有这个方法。所以有这个方法有个好处是说，当我 start G 跟 V1 原来的 V1 和这个 dimension 或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你只有 dimension 就是有什么力要求其实就不多的 OK， 这些 dimension 其实不能让你能够很少 OK。 Alright anyway，有这个之后，我们就快一点 OK，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制造另外三个新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 assume 某些 VOA 取存在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 construct 当中不同的。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很好用，说可以 construct 相当多。好 ，OK， 那最近其实苗博已经证明说，它是一个 open concept 是对的。当 VG 是 zero confined 的时候，那个 fixed point 是比较是 zero confined。它实际上要 claim 就是说，如果是 V selection 的 VG 是 zero confined 的 VG 的那个 selection， 但是这个部分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赞成它的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要大家知道。OK， 上面这个是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上面这个是有它不见得是。OK， by the way， 如果你能够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做那个所谓 CP of 的东西，是你急需要。在 VOA 里面其实有个方法，所有的计算这个东西就是做 estimation， 因为它有一个 module invariant， 所以 SL2 有两个 generator， 有 SL2T。当你做 SK invariant 的时候，它会有些 coefficient 给你，所以这个东西可以 estimation。你只有 computer estimation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Aaron，、okay. 这个是如果你的 model 完全是对的话。Okay. 所以New Schneider 他是在德国这个。数学家给他以前那个是过去是学生，他专注那个 modular 那个model form 跟那个 VOA 生出来的时候 ，OK， 因为他说他跟那个 postdoc 说他可以 improve 那个 Sheldon 的 theorem， 每个 step follow Sheldon， 他说每个 step 他们全部是对的 ，OK， 然后他会重新重组这里，但是去年六月他跟我这样说。然后去年六月的时候，他的学生也说他可以用免模这个方法可以 construct 一个 general model 的 theory for CPU。Okay. 所有 CPU 不是只有看模组的。那这边其实需要学会一些小心的，不过外面我看但是没看到 paper， 所以不能 comment 太多了。OK。Anyway， 去年六月他跟我们说就是他可以制造两个新的，就是这两个啊。Okay. 这个是唯一一个level 是二个倍数，但是我们不是 favor case。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C 八位图可以做的，所以对，但它能够 establish C 八位图这个是做的。然后我们的 paper 送到王之后，他就 email 给我们的徐文克的跟我说，跟我说他其实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另外一个三个，但是他用的方法是那个 order ten order six order six， 所以都不是 prime order 的 level theory。OK， 那事实上呢？希望克拉跟我是也考虑过这个，但是我们用的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上次那个是类似的一个方法。然后如果你相信所有东西都是对的话 ，OK， 雷宾看到有些是不对 ，OK， 你就169个，71减69还有两个 ，OK， 那两个，其中的是这个，是 AQ2F46。那事实上，最近几年，史努克已经很努力在做这个部分。OK， 那这个可以怎么做？说其实它还是可以用 Enum 模型，就是从这个 A26E412 这个出发，用那个 Order Three 的这种，不可能有的这个，我们正在做这个计算，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说。